大学新生向父母要4500元生活费遭拒，宿舍的其他女生都挺有钱，毕竟大学4年的生活开支，父母是需要支付一部分钱。那么，作为一名大学生，或者是远离校园的大学生来说，你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呢？最近，一个大一的女生的求助帖走红了网络，她希望母亲给自己每个月4500元的生活费。根据2019大学生消费报告，一线城市大学生的月生活费2000元左右，其中北京、上海和杭州三座城市月平均生活费超过2000元，而深圳、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大学生月平均生活费在2000元大关，其中餐饮占大学生生活费用最高，社交支出排在第二，男生人均生活费支出1600元高于女生，而恋爱消费男生低于女生。